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吃这个红烧的猪尾巴，还炒的这个豆干、小南瓜。武钢豆干炒的辣椒，这个豆干。你可以直接炒辣椒，或者说直接凉拌都可以，因为它是卤过的了，你可以直接切片之后去凉拌，它有辣椒油的，或者说你直接像我一样把它切片了之后炒辣椒也很好吃。拜拜。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吃这个大骨头木瓜丝，还有炒的这个辣椒火腿，清淡。先来块大骨头，
吃。这就是香辣木瓜丝。这个木瓜丝是湖南口味的，19.9给大家发两瓶，香辣口的，它不甜哦，不甜哦，是吃的很香辣口的，好好吃。配饭配粥都好吃。拜拜。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吃这个无骨鸡爪，然后烧的鸭子还有青菜。就是裙带菜。
光盘行动。